塞，这一口下去，我跟你说，这就绝了。这个三文鱼哦，哎呀，老公，逛街逛了一下午，我都饿了呗。那你想吃啥呀？我想吃和牛了，好久没吃了。正好万象城这边有一家和牛自助，258，还有刺身都不限量。是，还有刺身，那走啊。啊？对，这一家。牛什么？牛优嘛。牛优。牛优寿喜烧嘛。好。怎么点餐？咱们这边。点餐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啊，寿喜烧自助，目前时间为100分钟，一般都是打包的，100分钟，2个小时不到运动时间。啊。然后我们选的是259的。对，259的，我看一下。刺身和牛海鲜。就是说 M8 跟所有的刺身都不限量是吧？对，咱们刺身有哪些？三文鱼、甜虾、白玉豆、三牛。哦，你帮我点还是我自己点？啊，肉和海鲜、刺身我帮你点。哦，还有刺身。那个 M8 的和牛哈，雪山的这个，好，给我来10份。然后那个三文鱼的话，给我来10份，就这样子吧。可以。好，不过一会儿第二轮咱们再点海鲜什么之类的。好。好。哇，这个 M8 的和牛雪花纹路哎，很漂亮哈。真漂亮了。牛油炖锅，这个牛肉这么一温，立马食欲感就上来了啊、哦！然后再加上这个无菌鸡蛋是吧？超市吗？哎呀，先给女士。哦，我们夹过来。一人一片。啊，一人一片啊。对。来尝一块来。必须这么裹一下。嗯，好嫩滑呀。好的。大羊排。真的大羊排。它这个羊排上面好像裹了一层糊糊，裹着淀粉炸了的吧？嗯，它外面有味道，里边味道其实没那么好。哦，来给我谢谢。哎，哎呀，这个肉咔咔的来呀！老婆，刺身也来了，来，先尝一下这刺身，羊排留着给老公吃。三文鱼，尝一下你爱吃的三文鱼，很重哦。哎呀！这一口下去，我跟你说，这就绝了。这个三文鱼哦，哎呀，冰冰凉凉，软软糯糯，好吃，太香了。三文鱼吃完了，再配一口和牛，我跟你说，那就是简直绝绝中的绝。哎呀，一个丝瓜，一个蜜，绝配。这一盘就下去，吃不完，我有点饿。哇。吃自助餐就得这么豪放是吧？对，不能一片两片的下，就是啥一盘一盘的下。起锅。哇塞！吃了一下才爽了，我跟你说，一片一片的都吃不起。所以说，不是这样，我也不晓得，你那看，你有的时候好烫呀。要不再敲个无菌鸡蛋？但是这个和牛还是啥，你就得烫的时候吃，凉了它就不好吃了哦。凉了可腥。对对对。是的，是吧？哦，这个肉质真好。哎呀，好烫呀！和牛继续啊！老婆，你今天战斗力可以啊！能行哦！能行！饿了一天了，炫了一盘又一盘。做好了啊，你们去。今天我老婆都能给老板上一课了。那没有啊？腻了是吧？哎呀，肉吃多了也得吃点素菜啊！老公给你煮的素菜下去。好。其实我感觉啊，和牛蘸无菌鸡蛋腻得很快啊，不腻。剩下给老公吃，来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不行了。那你吃点青菜吧。好。豆芽什么也不用蘸。荤素搭配啊，还是青菜好吃。